今个又来点新的山药啊。对。春天的，春天能吃嘞。春天的山药一吃一甜，可好吃是呗？可好吃，溜我吃，蒸我吃都可以。对，有时候到咱们他老妈里挑一个挺甜。看我这是你下山去了是？行。给咱顶山去了，回来来。你看谁家摊嘞？哎呀，那药山没上是吧？哎，我那药只能点。现在这时候我也不愿下山去了。我是你胖嘞。你慢点吧。好。这山脚都给冲的下大雨都冲塌嘞。这再不管，这一堆土都得塌里头。慢点啊。大叔，你是半桶都摘了啊？拿回来呗。哦，一会儿让叔把你那点那石子看坏呗。你去看咱所那个里头那个坏呗。能试一桶啊他？是半桶的。是半桶都摘了，他一来是一少吃个媳妇儿摘的。慢点啊。慢点啊！哎呀，这个呢，炉灶平底。哎，我操！好，你好。不拉！拉！有时候下的，你妈拉的，拉不如人家自己吃去了。可不是，可。盖头，盖头上你始终好，你拿锁都摘，拿钥匙都摘。回来给我家丢个钥匙。回来，这下门帐都熬我了呗，少柴火吧。光说你说在家里给丢下这那啥的，你差叔啥也不来呗。我家伙，这个本本还有烧水的呢。你看这门帐，很好门帐，家都给砸了熬了，这都这踹啥乱七八糟都砸着里头了。再把这老家这个地上挺规划规划嘛。规划规划成那事了，这他家乡，贵了，在家里给这都几百元了，留下来的你还能这规划？地摊第一个没有那么大地摊，再一个交通也不方便，往家里走多高呢？将他搁抬啊？这地摊也不小，规划你这我规划了，这光秃秃的一点，今年了，我这栽点树，有句话有句老话说，天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再往这栽点榆树来。杨树嘞，再栽点杨树不摘，先插树。栽榆树还摘。栽榆树不摘，栽点那个啥。梧桐树也摘。梧桐树，再说拿梧桐树那吃，卖好几要钱，卖700块钱。再往这栽点树，听你念了，不是一把手，也不要吃，也不要喝。啊，栽点树吧，也是那个事儿吧。这个老地摊，还有这屋里闲也是闲。闲，再得把这俩栽点树，把这门面天卖出来，门帐都熬。拿回去吧，拿回去烧柴火吧。摘了，他是说栽点树还是摘了？摘了呗。摘了。哎呀，计划不收，吃不穷，穿不穷，计划不到光收穷。这是栽点树还是长呀？你看那在那这时候的，在那那个大梧桐树长着粗。卖七百。卖七百块钱，看那个林条把栽的能摆的吗？能。这都多少本儿给留下的那啥的。我操！这没柴火了，你看这，这粗的柴火。这都砸里头了，这也没一动动的，也不来。只管是个红薯啊，来着了，别说不来着嘞。这跟你说吧，这俺这个房原先他我这是那天俺爹又你看都是人家挺挣钱了的，嗯，挣钱又哎，这不摘线，我这个也卖好几天了。这门插管这是门哦对，门插管这是哪门？天哪啊！这天你熬了不熬是这一合门了，这一合门了可不叫说话嘞，那天那人都是那个啥。今年，往这栽俩树还是栽几树？规划一下，常叔爸挺规划了，看咱栽点榆树哎，还是栽点梧桐树哎？别栽别树不摘线，只能长榆树。栽梧桐树吧，梧桐树长得猛，成天快，见效快。嗯，行呗。别管栽啥树啊，不谢了，这俩走，再把石头扯来，走吧。走。哎。把
老家啥也是没了，石头了都不像个家样的。恁得几辈几代人在这住？我得我还在这住呢。几代人在这住？那石头里干干净净的，小院还老家不老家，土墙不土墙，挺好还。条条路扫的光溜溜的。啊。什么嘞？买了没？姐，收获不错，收获一车菜过。